这是拇指相机，打开盒是，首先这是我们的机器，然后这是配件盒，是那个内存卡的读卡器，这是防水套，这是数据线，这是说明书，这是支架，支架就是这么用，完美的操作，这个也可以放，这个是防水壳，放上去，nice。这说明书，这数据线，这有个防水垫，拿开，插上去，nice。好，现在拿一张我们的内存卡，这样子拿。这样子插进去，放进去，再把这个盖上去，按这边这个开机，按一下这里录像，这会进入计时状态，再按一下保存，这边按一再按一下这边的开机键。切换拍照模式，拍照的话按一下模式键，它会暂停一下，它会顿一下，就是拍一张照片，这样它就拍了一张照片。